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公布今年国内新增加287例新冠肺炎确诊的病例，其中286例是本土的个案，一例是境外落来的个案。另外，确诊当中增加了24例死亡。指挥官陈时中就讲，案例数虽然比上礼拜是减少的，不过其他院士的病例是增加，呼吁民众还是要提起警醒。另外，五月节的连续两日，每场大家留在屋卡，无必要唔好准家用。一礼拜疫情的发展又确定定位了，不过防疫还是要提起警醒。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今天公布增加287例确诊病例，其中286例是本土个案，有一例是境外落来的个案。确诊的个案当中增加24例死亡。那我今天确诊个案分布当中，共有新北市120例最多。不过苗栗县有56例，是超过台北市的49例，桃园市有19例，新竹县12例，基隆市8例，彰化县7例，台中市4例，宜兰县和新竹市共3例，云林县同花莲县共2例，台南市有1例。好，那看起来是这个礼拜的案件数还是比上个礼拜有稍微比较少一点，不过疫情大概就是待在这个地方，那其他的县市也都有比较多的一些案例，那所以大家都要提高警觉。那我五月节连续两日停电就会多的，交通部总务局就讲，今部九点国土会启通，严格的执土疫控管制含有单一比例，国光桥每批桃园当日会控管送国土的车辆数在100万台查以下。在过去高速公路是以顺畅为目的，但我们这次希望大家尽量不要移动，所以这次我们是让大家不方便、不容易上匝道来管制这个移动。同时，交通部总务局才面宣布，考虑到天线已赴人严重辛苦，受震度不卡为车本不卡热，故所同13县市政府合作，总共172个离上业者为提供出上的优惠方案。然后这个旅馆里面，他没用分层分流的方式也就是说，大部分的都是专门提供他们来居住的，那有一部分如果给一般人居住，它是分层的哈。疫情指挥中心每在个防疫太假，五一节连上两日，无必要唔好准家乡，听从为准家乡，每场太假做好自我空间监测，尽全力来防病毒。核心本林建优五一卷特别报道。